开始，接下来呢，吉米要跟大家分享怎么样用这个手机或者说是平板呢，来做到刚刚吉米说的，透过 iPad 或者 iPhone 来控制这个不同房间的三个喇叭来发出你想要的乐音。首先呢，我们要先去下载呢这个 WHAALE 的这个 APP 啊，执行之后呢，就可以进来这个软体里面。首先呢，我们要去购买这个 WHAALE 的这个 APP 啊，进来之后呢，你就会看到这个软体的一个界面。这里面呢，你会看到，首先呢，你这边是一个舞台，左边是舞台，右边呢是功能区啊。你看这边有我所有的这个 AirPlay 喇叭都会出现在这个地方，然后再来呢，这个是音乐的来源啊，最后面呢则是设定的部分。首先我先跟大家讲一下好了哈。它这边呢，基本上支援免费，应该说买回来之后的基本版本支援两颗喇叭。如果你想要同时连线更多喇叭，这边有不同的喇叭可以买。比如说我已经买了四个喇叭了啊，所以说今天来这个 demo 够用了。如果你想要支援五颗、六颗呢，就是再花钱下去买啦。好，那怎么用呢？其实很简单，就是第一个呢，把你的喇叭拉到你的舞台上面来。比如说我这个 loop 在我的左边、右边啦，我就放在右边。那接下来呢，我还有这个 zip 来拉出来放在这里，好，跟我的萤幕上面的位置一样在这里。然后呢 live 在它的这个旁边，我就放在它旁边，好，这样就好。那上面也可以看到这个每个喇叭的这个音量控制，我们都先切小声一点，好，等一下才好来做 demo。 OK， 这是开关这个 的一个地方，开关这个界面的地方，这时候呢，来找一个音乐源来拉进来就好了。好，就有点像 DJ 的一个概念，有没有？那我们来找一首歌来播放了。要播放的时候呢，按下这个按钮，它就开始播放了。你就会看到它的声音开始连线，绿灯开始亮了。从各个喇叭开始。比如说我要 Zip 的声音大一点的时候呢，怎么做呢？就这样子来转它。现在是 Zip 的。当然你也可以拉出这个来，我们把 Master 往上拉，大家的音量都增加。来，我们来换这个 Live。 Live 的声音我是拉出这个的。 Loop 来了，还可以照这样子来播放声音的位置。下就进来，大家一起来。好，这就是呢，我们透过这个控制WHAALE 的这个软体呢，来让我们的这个
喇叭呢，在不同房间办 party 的时候，或者说你想要同时播放相同乐音的时候呢，一个 app， 一台手机，一台平板，搞定所有的一切了。再听一录吧。It's yesterday once more。 好，谢谢大家啦。